看家看趋势，输家看涨跌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峰，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。今天大盘呢，早盘强悍了一点，慢慢呢，哎、欸，好像在盘中呢就开始有震荡。那震荡来源是哪里？我想航运股呢，果然是在高档就拍圣了，很难玩。那一万八千点的台北股市，我想它需要一个新的一个战术。我想这战术呢。 过去用过一次，那现在呢还要再来用？当然有成功的一个想法跟目的。那这个战术呢，我想短打加上报优质股。那优质股到底有多优质？待会会来看。也许股价还没有大幅度的反应，不过它的一个营收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只是现在的焦点。 都被航运、都被 IC 设计那些小型股，尤其是没有业绩的吸走了。我想资金会再出来，会再出来。不过加权指数，各位，你现在已经来到一万八千点了。各位，万八新晨峰终于来了，一万八千零八点，这么高。 那这么高呢？我想今天的一个量能呢，虽然有上涨一百五十二点，不过不过，整个成交量并没有往上放大，而且是放很大。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放很大？各位，你一万八千点，你要往一万九，在短线上，在短期上，再一次摸一万八千零八点的话，你量能只有五千五百亿，不够。我个人认为。 至少要六千五百亿，代表除了航运之外，还有新的大型的资金的一个主流呢，能够抑住，比如说像联发科，或者是像台积电。那现在呢有没有？我个人认为，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。虽然增加，但是呢没有办法持续的往万八来做扣关。那当然，这个卖压来自于哪里？我想外资的一个控盘工具呢，从 原先的一个，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一月份呢，台积电已经慢慢的呢，应该是说都是用航运来做控盘了。不过，我想航运的部分还是一样，这种高档要在这边玩，没有买黑，没有买跌停，真的很难操作。这个脸成功来操作都可能都部位如果稍微大一点。 都是胆战心惊的，这个不能告诉你说我在这里操作的多么厉害，多么神奇，那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长荣开高，当然一开高就有获利的卖压，一直往下卖，甚至不乏不乏有什么放空的，这中间绝对有放空的。你看，包括万海开到快要涨停，结果打到平盘，再从平盘呢往上拉，我仍然是看好航运。 上礼拜，很多航运，很多的专家都告诉你，拜登要打航运，拜登要打运费，航运股不看好。我不这么认为，这样的打是好事，不打反而是坏事。所以他目前正在解决什么？通货这个供应链紧缩，供应链不顺畅所造成的通货膨胀，你的处理就得，就得内用。好咧，万海。 阳明甚至是长荣，我个人认为都还是能够再过前高，只是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挽。不过这种这样的一个走势，代表怎么样？整个盘中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力道，软掉的啦。那再加上金融股来稳盘之后呢，也软掉。国泰国泰金呢上拉也软。所以我想稳盘的一个工具呢。 有点少，有点少。那当然，当然上礼拜我告诉大家的文茂也上去了，甚至我认为环球金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控盘工具，尤其是在上柜的一个部分，因为上柜比较多人玩嘛。那你贵身为贵王环球金，你没有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幅度拉抬，我个人认为说不过去。那当然已经来摸到这个月线的部分，它如果没有持续的呢？ 往上呢，来做一个突破，甚至突破呢前破大概九百九百快要九百二十几那那个地方的话呢，我想环球金呢势必又会回到先前陈峰告诉大家的八百二十五元，整理下才有机会再过前高，所以我想今天的整体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轮动呢，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顺畅，所以我把这个战术呢改成什么短打。 跟报优质股没有营收的呢，我绝对不报了，绝对不报了；或者是营收呢衰退的也不报了啊。我想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特别的来做一个留意。所以你看，上礼拜五的文茂上去了，我想这个刚刚已经谈过了。所以优质的股票到底要多优质？在讲这一趴之前呢，我想一个国际新闻还是让大家留意一下。 我想，中国人民银行呢，等同于我们的央行，它呢降准，那当然，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？先前他们在挤这些泡沫，挤这些投机的一些所谓的，不管在铜价也好，还是在镍价、铁矿石，那经济的凶多啦啦啦，挤得太大力了，很多中小型的工厂呢，全部受不了。 所以，他必须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，把利息往下调，让资金重新再流回，不管是股市还是实体经济。当然，央行他们的一个看法是，流入实体经济，打虚不打实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，我个人认为，对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呢，尤其是股票市场的表现，上证也好，或者是深圳。 甚至是香港恒生都是有正面的一个帮助，所以香港恒生呢，连续的两天呢来做一个 V 转的一个拉抬，我个人认为这都是要乐观来看待的。当然，这样的乐观呢需要搭配战术才有办法呢。如果真的有突发状况，突发状况，各位操作永远都要防范突发状况。陈峰现在做的就是要防范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。 所以在操作上呢，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打游击战。各位打游击战，所以营收不好的过去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在塑化这一块？没错，塑化呢近期呢休息，上礼拜休息，真整休息一礼拜。可是各位这样的一个连结性，不会因为不会因为呢大环境没有大环境继续好，然后股价不涨。 这个过去的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好，过去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原油呢是成功关注的一个焦点，我也一再告诉大家，腥风血雨过的一个原油市场，一起安乱，起，倒倒来，被跌嘞，跌两公，七八八八，跌刷了嘞，佫继续倒倒起，所以我把这图放大。 这个是在上礼拜告诉大家的七月八号、七月七号就把这个图秀给大家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七月十二号，近两个交易日，包括上礼拜四拜喜跟拜功，原有的 K s a a r 趴。所以你讲拜登去跟人讲讲啊，讲炼油爱给搞生产，卖油才贵啦，有没被维 K 啊？有用吗？短线上的打压绝对是有用。 可是他能够把一个趋势，仅凭一个人的嘴巴就把它扭转吗？没有办法。尤其，尤其 o p a c 是一个算是一个垄断性的一个组织。这有利咧看的，介绍我要安怎？迄，我家己咧准则咧，无可能讲你美国来甲我讲一声，我就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无就由在你啦。我是计生产，介绍一趟拍等于一趟六十股。 我相信这个保分，可能是有较困难之处啊，所以它连续的涨了三八，今天当然，这个东西就涨，修正涨修正，慢慢慢慢上去，所以这个大环境没有变化。去年中石化赔钱的东西，因为赔钱，赔钱原因是什么？它的产品报价超差的，疫情的影响超差的，的一个几内西安，你看 CPL 还是持续的涨。 还是持持续的涨，包括它的另外一项主力商品，AN 报价也还是在涨，都没有说大幅度的一个滑落跟休息。所以我想，在这一块，投资朋友你会觉得说，诶，怎么从十一块，怎么在跌停的时候叫我们买到十六块，怎么还没有出？你会产生出疑惑。我想这是正常的，也是正确的。可是我一再强调，大环境有没有变？这报价如果是在上礼拜。 上礼拜重挫七趴，重挫七趴，今天这样的一个言论不会在这个台面上浮出来，哦，不会浮出来，因为我的主力产品我的报价就已经变差了嘛，变差代表我的营收会怎么样？不会好，所以上礼拜五盘中的时候，我们中石化呢公布营收一百七十六趴的一个年增率營、哦，营收。 各位，跟去年六月当时景气有没有回温了？稍稍回复了，还元神还没有回来，修夸修夸五卡赫啊！机器不是说特低的哦，而但它能够有一百七十六趴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年增率，各位这不得了啊！所以为什么我在片头告诉大家，报优质的一个好股，就是这种营收很好的才报得下去。 大环境如果没有变，筹码的状况也没有变。当然，一个形态上的一个，我上个礼拜有说过的，它的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呢，上升的一个角度呢，已经比较陡了，已经比较陡了。当然，时效上还是有一些关键的价位呢，不容许来挑战的。这陈峰必须要承认。可是综合起来呢，以今天的状况来看，我想，我想各位。 还是需要再有一点点的耐心，再有一点点的耐心，啊、哦，再有一点点的耐心，不然像这些美系的一些啊纺、呃、织厂要拉库存的时候，都还是会需要尼龙粒，都还是会需要啊、呃、中石化的一个主力商品来做一些资源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看的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这样看的，所以我想营收营收呢。 不管你在买哪哪一些公司，为什么我不？有时候也不太喜欢。纵使知道它很会喷，但成交量不够，或者是成交量有七八千商，大盘一再晃动的时候，各位那都是跌停的，跑都跑不掉的，走都走不了的。所以这种优质的好股，为什么我才从去年的十二月做，今年的过年前再做，过年后再做，五月。 十七号、十八号又在做，我想道理跟原因就是在这里，哦，就是在这里。那当然，这中间也穿插的包含待会我们会讲到的所谓的一个 LED 相关的营收也是很好，对不对？营收也是很好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就已经讲过了，就不再重复了。像这个科学战警。电池股的部分，我们也是有做。 营收五十五亿，将近五十五亿多，年增率呢，七十趴。重公司资本额很大、啊，各位们看到柱状体，柱状体，这个是直直线的直线的上升啊，这代表是有实际上的一个订单，不是公司那种虚假交易灌给子公司，啊，子公司子子公司来跟母公司叫货，虚假营收，这不是这样子啦。 这件事好公司啊，好公司才会真正的在这个资本支出上呢下功夫，下功夫。所以好公司不报吗？所以为什么我在万八的时候我们要短打，我们要短打啊？我们今天呢有出了一些股票，当然也有往 IC 设计靠拢，有往 IC 设计靠拢。但是我一再强调。 这 IC 设计，我是要用短打的一个心态，有个十趴十五趴走人，有个十趴十五趴走了，因为它一突破就是再创新高了，这个后面的获利卖压，晨峰没有办法估算，但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会来，哦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团队常说的一个怎么样，战术也好，节奏也好，所以这种好公司不爆吗？ 往一百三十八点五走，打下来一百一十七，再一次往一百二十八点五再回来。我想第一波先来二一百二十八点五，再来摸一次之后呢，往一百三十八来做一个扣关。科学战警，我们还是看为什么，我们还是报，因为它营收就是没有衰退嘛。营收没有衰退的公司，我想你报的比谁都还要安心。难道你要告诉陈峰说说？說 哎呀，这一档，今呃六月份的月收那个六月份的营收比去年差掉百分之五十，我要抱着它，好安心，好安心，我抱着这种股票好安心，因为它一直喷，我好安心。没错，它可能一直喷，状况不好，它的卖压比谁都大，它的买盘比谁都还要小，甚至是零，没有人愿意买。 就因为它的业绩实在太差了，这就是买那种所谓的没有营收的标股的恐怖。各位可能没有见识过，各位可能没有见识过，那是非常吓人的。连续两三根的跌停之后呢，我举个例，近期比较近的例子，四星只是因为传掉单，而且是而且是什么啊？美国施加压力的。 就连续好几根的跌停了，那它还是间好公司哦。那如果原本就是烂公司的，各位，你认为会是几根跌停就可以结束的吗？我想这一方面呢，提供各位来做一个思考。所以我想盘面上的一个轮动非常快，我必须承认，非常非常的快。你没有提前买，你去追，可能一两天的行情又结束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的 TG？ 还没有加入我的 Light，我都希望你赶快做一个加入，因为这中间我有好康的会分享给刚加入 TG 的投资朋友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这一封的一个行行一个讯息呢出去，在 TG 的行销文出去呢，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一档要来了，就是要送给大家二叉叉叉的 IC 设计股，老牌的设计股，这个我在中天直播礼拜五的时候早上。 我也直接就开牌给大家了，给中天的投资朋友们。当然，TG 我也是今天早上呢还没有涨停的时候，九点多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了。所以到底是哪一档？各位，二三六三的系统，台湾第一家老牌的 IC 设计公司系统，系统涨停。各位，这是周线图，这是周线图。那日线图呢？ 各位，你们看到，这不就是低位接吗？这不就是低位接吗？所以，如果你在上礼拜你有加入晨风的台股战略家的 TG，今天早上你又看到你有拨打电话进来二三六三的系统店，你买进去之后，我敢说你的获利获利至少有五趴以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系统。 系统跌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各位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里我发 T G 文告诉大家，二三六三的系统要来了，因为它就是还没有涨的 I C 设计，还没有涨的 I C 设计，所以我想你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买，它都没有再一次的回到我告诉大家的一个起涨点。 所以这样的一个涨幅，这样的一个所涨停情况下，你能不能够赚到？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所以我想，陈峰认证过的一个具有筹码优势的，我想绝对没有让大家失望，没有让大家失望。那你加进来的，我想这两百多通里面，只要有一百通有买进，这些都是成交量非常大的。 随便买都一定能够买到你要的一个部位，哪怕是一百张、两百张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这个你都赚得到，你都赚得到的。所以我想，这种东西还是一样。你今天问我陈老师能不能够再追，能不能够再买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追股票的事情，以现在万八来讲，我没有办法。 说的这么肯定，但是低位接的一个布局，我再告诉一次，我再讲一次，低位接的一个布局呢，我想在这一档，或者是我们先前所一直一再告诉大家我们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案例呢，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我要布布局在低位接低位接，因为这里是一万八千点了，从一五一五九一直涨，涨了两三千点了。 两千多点了，这里我必须要短打，我必须要精选持股，我必须要在这里控制我的部位。所以还有一档，还有一档被动元件哦，被动元件还有一档哦，还有哦，哦，所以如果你还在怀疑，没关系，你就进来验证嘛。这个东西是免费分享的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免费分享的，你进来验证，你进来验证，你不买都没有关系啊。 只是让你看看，说产业的一个轮动，资金的一个轮动。如果你没有用提前布局的一个概念，你看到涨才在追的，我想你报的都非常非常的一个不安心哦。所以 IC 设计底部起涨啊，转折起涨的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达标了，我们达标了啊。车用电池呢，底部开始出量了。 刚刚讲的也可以包含在我们的被动元件，它就是被车用电子中的被动元件，它也是其中的一个能够有十趴涨停的一个股票。欢迎你点选待会下午会发的一个网址，或者是拨打电话进来，你就有机会把这一档被动元件呢带回家，免费带回家，你就看看。 哦，你就看看，所以我想，来者台湾还没有加入的，赶快来做一个加入。所以最后最后，好的股票抱得住，战术我想灵活运用，你都可以在台北股市里面赚到钱。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，台股战略家我们再会，拜拜。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